从一到一千是自然数中哈，四求不可备哈，二三四六五，之一整除者哈，共有呢几个啦？哦，也就是说哈，不可备这个整除吗？也就是说它没有这些的因素了，对吧？就是说呢，它不能哈被二整除嘛，而且它不能呢被三整除。而且它不能呢被五整除了，那个六的话就不用管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不能被二整除，而且它不能被三整除啊，它就一定不能被六整除嘛。那四的话 也不用管啊，只要呢它不能被二整除的话，它就 一定呢不能被四整除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要选什么？选二三五的就可以了，杨弟。哦，选那个什么呢？选这些数的哈、哦，就是选那个质因数啦，选这些数的那个质因数啦，哦，质因数出来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些数的所有质因数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等于啊，这样就等于 n 哈 ，a 二连几 a 三连几 a 五。啊，取五级，这样子，啊，这样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一到一千嘛，就十的三次方，减掉 n，a 二，连 a 三，连 a 五。好，那你现在的话呢，要找那个 a 二 ，a 二的话呢是二分之十的三次方，减五百 ，n a。三，对吧？三百三吧。啊 ，n a 五分之三次方，两百。n a 十，六了。我说这两个交集嘛，六分之十的三次方，五百除以三呢？五百除以三，一六六 ，a 呢十，十分之十的三次方，一百，对吧？啊，一千除以十，十五了啊，十五分之十的三次方，哦，这题。一千嘛，除以十五，六十六。哦，啊，还有呢，这个三十的，哦，所以呢 ，a 三十的，三十分之一千，哦，就一百呢除以三，三十三的，好，那就。等于是 这三个、哦、加起来，然后减掉呢这三个加起来，啊加上这个，所以这是十的三次方哈，减到多少呢？这三个加起来哈，这好我们好像算过哈，哎八百三十三嘛，有没有一零三三啊？啊减掉多少？减掉这个，这多少？这是166加多少呢？一百加六十六，等于多少？三三二啊。好啊，再加多少呢？加这个三十三啊。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那哦就是一。一三三二，它减掉多少呢？一零六六，二六六，对吧？266个，有你。